曲终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位天使长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们，但是他们的时间到了，我的部门呢就负责把他们带上天堂。在我部门里面，每一个员工都非常非常的敬业，非常纯洁，非常善良。那衣服行啊？哎呀，也不要啊。对七。哇哦，你怎么可以出对七呢？对圈。除了一个黑天使，不要。今天必须要培训员工了。十，你俩干啥呢？算命呢。你看啊，嗯，怎么了哥？你九十月份还行，嗯，十月份你能遇到贵人。那两张网。俩王你不好使，俩王，俩王四个二，七八九十勾肩给鸡儿跑步。你算命？你在算命吗？你的业绩呢？你的任务呢？一个都没有完成。没有完成。一个都没有完成。是他叫我玩呢。他叫你玩，你跟他比，他是业务尖子。人家一个月往上带68个人呢，你不是你带3个吗？我骗你呢。你太坏了，你这孩子太坏了。你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你说我怎么办？今天又有一个新目标，你们俩谁去完成？我看看吧。我的天哪，刚24岁。那怎么了？我24岁多年轻，怎么死的呀？他怎么死的呀？我都带了68个人了。我想知道他怎么死的呀？那上面写着呢，吃青椒。辣死的、啊、对，我的妈，吃西江就能辣死、啊、你管呢，人头说话咱就给带来不完了吗？那怎么到我这娶的人怎么就这么难呢？20多岁谁愿意走啊？他那可能愿意跟我来吗？我带68个呢。你带68都什么样呢？都是寿终的。你不好带，你怎么到我这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喂，你要说你带不来头，我把他带来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没有？态度决定命运。这个事儿他也不是比的，再说了，天长使，天使长，天使长。我觉得咱们这么硬去干活，好像跟阎王爷抢活，给我等于感觉。再说了，我们的任务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把人带到天堂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来的目的，我想，我多么希望，我们变成像丘比特一样，射个小箭。我们就可以收获爱情。行行行，你还当丘比特，你得当猎人，你都费劲。都说好了，我带你，我一块儿去。这样头，我带他，让他跟我实习，行不行？可以，黑天使你就跟着白天使啊，把人给我带上来。那我走吧，出发吧，走吧，黑哥。这边，走错了，哥，这边。什么员工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那些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。同学你好，那个我们是送餐服，那个你们想吃点什么呀？我吃打卤面。打卤面啊，姑娘你要吃什么呀？我也吃打卤面。打卤面啊，好，这有一碗青椒打卤面，来，姑娘快吃了它吧。啊 ，no， 先来的先吃，为什么呢？里面有青椒，先来后到，所以呢，小伙你先吃。我不饿，他太瘦了，你让多吃点。他瘦，孩子，你是不虎？你是不缺心眼儿？怎么说话别上手，有啊膈应，说你太膈应了。你这样孩子啊，一个小女孩呢正值青春期呀、啊、她是长脸长皮肤好好的时候，辣的东西属于串皮的，
吃上之后容易长小痘痘的。哦，青春疙瘩痘。啊，对对对，所以长青春疙瘩痘。你们是初次见面吗？所以你要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，把辣的都吃了。第一次见我就吃的东西不好吗？这么完犊子呢你呀、啊！他都说他吃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一起，能让女孩吃辣椒吗？过来过来，干嘛呀干嘛呀？咱们天人长怎么说的？下来之后让你辅佐我，让你帮忙，你实习来的，你怎么给我搅和呀你？犊子，是拿人来了，但是你得考虑到这个氛围特别不对，对，人家两个人刚刚见面产生好感，呱死一个。谁能接受了这样的现实，就像晴天霹雳一样，你让他再多活两天行不行？让他先多活一会儿行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那个什么，辣椒特别好吃，来兄弟，哥喂你一口，好不好吃？来丫头面你吃。哎，我不能和他吃一碗呀。哟，人家还饿着肚子就要去上课了。呀，哎呀，我也得上课。你瞧，你站这了，你瞧这，你瞧这，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诚心的你？谁诚心呢？第一次不得让给人留点空间吗？行行行行行，我说要不然你一个都带不上来呢，下次一定给带走。下次看情况。费劲。当白天使和黑天使再次遇见他们俩的时候，已经是一年后的事情了。人家四目相对，在放电，我看看他们电流怎么样。电流能打死。现在还那么好奇，这都到饭堂了。哎哎哎，歇会儿歇会儿，二位别看了，该吃饭了。他吃牛肉面，他吃青椒盖饭。青椒盖饭准备好了啊，来，你的牛肉面，你的青椒盖饭啊，来让一让。嗯，是这样啊，我们这个青椒盖饭长痘痘，牛肉面长肉肉啊。他是爱吃青椒，他想吃这个啊。他想吃不行啊，他想喝敌敌畏呢。那你能给他喝呀？这个就是个饭，就是饭，你那个不简简单单是个饭，里面有青椒，你忘了吃脸长痘痘。别闹了，我就想吃青椒盖饭。你听听，让人吃管得了他吗你？因为爱情。Stop。你谈过恋爱吗？没有，那个没经验的样子啊，看你那个就是那个怂粗啊。你要教教男孩和女孩在处于在热恋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学学，谦虚点儿，别晃了，一会儿凳子晃碎了。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你夹一口肉，他吃，来你夹过去啊。吃一口，简简单单咬，哎，用前面大前牙，哎，好吃不？来，你夹一口青椒，给他吃。哎呦，好幸福呀，好幸福！你哪看见幸福？我一点都不幸福。你不都说了吗？第二回咱就带他走，你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你着什么急呀？现在正处于热恋的时候，你怎么带他走？带他走了之后，他们怎么办？那是你的事儿，我管不着。我告诉你，该让他们再多活两天。那个朋友们，那个好像又到下一节课要开课的时候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活我没法干了。不是有法干，有法干。你这就是诚心，不是诚心。我们得看时间，等着啊。我们得看他们发展的过程。你等着，我告诉你。你别老让我等着，我等三年了都。当白天使和黑天使再次遇见他们俩的时候，又过了两年了。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。我要回家了。说梦境。其实哈尔滨离广州不远。其实你可以跟我走。我祝你幸福。
分手了，我的机会来了。同学，是不是有一点伤心难过？嗯，难过的你非常需要这一盘青椒猪肉馅的水饺。吃了我的水饺，忘了你那个负心汉。不长心呐，不长心呐，干嘛呢？你能不能长点心呢？你的爱人刚走，你呱呱张大嘴就造，缺心眼儿啊！你甭听他，伤心难过。那都什么年代的事儿了？现在咱们女性要坚强，要站起来。因为这么一臭老爷们儿，你为了他绝食，你值吗？吃，怎么不值啊？怎么不值啊？那还能吃了吗？那还能吃了吗？那还呀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你是笑是哭呢？你说。你好好哭，好好哭来。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天使吗？天使肯定是有，但长得模样各有不同。那他们看到我这么痛苦，他们会来帮我吗？他们呢，都有的都自身难保呢。你那活他都不一定能再没法管了，你再不醒悟。你骗人，天使那么善良，他肯定会来帮我的。善什么良？善良到现在怎么还不明白呢你啊？天使从底下往上带人的，他怎么能管你呢？你哭什么呢？你哭啊？这事儿能跟凡人说吗？这个凡不凡？这是咱天上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四年前我就恨上你了。不行，不因为你，我早给带出去了。这么美好的感情，今天干什么呀？你想，你给我评评理，你们俩干嘛呢？头儿，我得告诉你，就因为他这四年一直搅和，要不然我早给他带上去了。我看出来了，小黑，我知道你的内心非常善良，我也是有苦衷啊。今天我就把实情全都告诉你吧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，都是设定好的。你必须完成这个工作，如果你不能完成这个工作，你不能把他带到天堂上来，你就当不了天使了。当什么？你改不了，你会变成青椒的，而且是一个烤糊了的青椒。宝贝儿，我离不开你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为了成就他们，你宁愿不做天使，做一个黑青椒吗？你愿意吗，黑哥？我愿意。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委屈你我有些。变了啊！天哪，天哪！你这是怎么了？青椒，这是爸。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天堂天使管理部出现了一个新品种——青椒天使。谢谢大家来到我们总餐厅，谢谢。笑场，你笑场，笑场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哎，能不笑吗？拿最后那俩饺子在嘴巴里呼噜两下，这不怕你吃吗？他不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